百草枯为何这么厉害？起初百草枯只是一种除草剂，能迅速被植物的绿色组织吸收，使其快速的枯死，并且在接触土壤后还会快速钝化无残留，不会损害植物的根部，也不污染环境，是一种高性能的除草剂，但却对人体有剧毒，只要5毫升就能达到致死量。有人说它会给你后悔的时间，但却剥夺了你求生的希望。这是因为百草枯在进入人体后可以使肺部迅速纤维化，但却不会伤害神经中枢，也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你的意识是清醒的，但却慢慢的不能呼吸了，堪称加强版的活埋。并且百草枯还很难被清除，因为它不仅极易溶于水，而人体含水量又很高，所以很难被彻底清除。并且和普通农药的消耗性反应不同，百草枯还是以催化剂的形式参与到化学反应中的，也就是说它将肺泡氧化后获得电子，然后再把获得电子送给刚刚吸入的氧气，于是其本身的重量便不会减少，这也是其不能被清除的最重要原因。因此为了生命安全，我们一定要远离百草枯。